我在那边等你。你小心点啊，他练过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是我的事儿。那你现在住哪？为了结婚的。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朱韵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和你没关系，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起我。3年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？ 李雪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狠，但我今天才明白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你想多了。 该再多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 李寻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。 不好意思，大朋友，再见。下下周是期中考试，我们比一次。如果我跟老高的 C 语言成绩超过了你，你们实践基地并入到我们兴趣小组，你听我们的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那我们就解散兴趣小组，教室归你们。朱韵。 给我看看你的。
看不懂你别硬看，嘴憋坏了。课代表，是不是应该听老师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来不来？你来，我请。哎，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？明早七点，不许迟到。他是开口请我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都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我宣布一下，你过来，朱韵。你要干嘛？过来。我宣布一下啊，这位是我请来的公主。晚上我请客。给公主接风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那不行啊，毕竟是情人呢，委屈谁也不能委屈公主殿下吧。我上辈子一定得罪了你全家。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一号李寻。这人也太嚣张了吧。我叫李寻，是今年的高考第一。咱们全省考试都输给这个杀马特了。我就是李寻。我摸着小金毛问他，你想不想上早自习？有壁从上飘下来的球，没死就去早起。被球砸中也是死，过河也是死，那为什么让我玩？看你不顺眼。你这人太假了。真能装。天天抱着个电脑敲来敲去，搞得自己跟变成大神一样。我诚心向你请教。行，帮你买。这是病毒吧？小猪猪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被大家这么看就很高兴是吗？是啊。李寻对你就是不一样。你哪有？把手机给我。他为了整我，什么都愿意做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你误会了，朱小姐，我这人怎么了？李寻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以后要是再闹脾气，我可不哄你。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会觉得他什么都很好。